好啦，开始啦。咁欢迎各位传媒朋友。咁好多谢大家嚟 IFC 商场参加2018年新钞推广嘅开幕嘅活动。咁呢个巡回展览会咧，喺港九各区展出俾市民参观。我哋嘅学生大使咧，系会向大家解释新钞嘅防伪特征，同埋展示为视障人士而设嘅无障碍设施，同埋手机应用程式读钞仪。我喺琴日嘅新钞发布会预告咧，今日金管局会推出一个既富教育性又有趣味嘅游戏程式，吸引市民参观展览同埋认识新钞。咁而家咧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呢个叫做《2018寻钞记》嘅手机嘅程式游戏，大家可以喺 Apple App Store 同埋 Google Play Store 咧下载嚟玩嘅。咁里边有好多关于钞票嘅知识。其中一個遊戲咧，係利用 AR 技術，用互動形式介紹新鈔嘅五個設計嘅主題，包括大家會見到一隻活潑可愛嘅金牛、地質公園嘅自然景觀、可以用嚟影 selfie 嘅粵劇面譜、蝴蝶嘅蜕變過程，同埋飲下茶、食個包嘅開心情況。咁我哋仲推出一個尋寶遊戲，叫做五個 look 逐個捉，一共有30個公仔。只要大家捉齊五個鈔票面額嘅設計主題公仔咧，就可以嚟展覽場地咧去嘟一下個 QR code 登記，就可以參加我哋嘅抽獎嘅。咁獎品咧就係1000部2018年限量版精製金管局嘅收銀車模型。大家可以看看，這個就是我們的1000部限量版收銀車的模型。另外還有6個特別大獎，這個大獎每人呢可以得到一套3間發鈔銀行2018年系列1000元新鈔的特別解扣版。咁有啲朋友可能知道咧，為咗防止偽造鈔票咧，印鈔廠係使用咗好多唔同嘅精密嘅防偽技術，經過複雜嘅印製過程咧，先可以做出一張流通嘅鈔票。咁為咗特別印製依六個特別解扣版嘅大獎咧，印鈔廠係會將原本印喺同一張紙上面嘅印刷過程咧分拆，先用粒板印刷喺一張紙上面。而另外一張紙咧，就印上底紋嘅圖案。兩張紙咧，都係用嚟印真銀紙嘅紙張。咁只要你用想像力將兩張紙合拼埋一齊咧，就會成為一張流通嘅鈔票。咁所以咧，這個大獎係非常有紀念價值嘅收藏品。咁我希望大家咧係踴躍參加嗰個尋寶遊戲咧，係贏取大獎嘅。咁等陣大家可以喺展覽場地附近咧，捕捉五個公仔參加抽獎，一個人咧只係限抽一次，而抽獎嘅結果咧就係會10月23日公布。中獎嘅朋友咧可以上嚟金管局嘅資訊中心領獎。咁我哋咧亦會喺金管局推出嘅 Facebook 專頁介紹呢個遊戲嘅玩法。咁仲有一啲温馨嘅提示添，咁大家咧可以跟住去玩。咁同埋大家玩完，就記得俾個 like 我哋嚇，咁多謝大家。
Bye.